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因为我儿子着急出来，我肯定跟医生说先抢救他。我这刚一出电梯门，就听见咱们屋最热闹。哎，哥俩真行啊，同一天当爹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家是儿子。哎呦，那恭喜啊！他们是闺女，那以后可以攀亲家。老婆，你辛苦了，来吃点燕窝啊。来就来，拿东西干嘛？这个不可以吃的，大夫已经交代过了，第一天什么都不可以吃，第二天才可以有一点点半流食。哦，你放那儿吧。哎，别，给于英他们吃吧。啊，行，我给拿过去。人于英吃不吃人还用你啊？人没老公啊，是不是？哎，知道了，去看她闺女去了。她一听她的女儿在那个叫恒温箱里面，早都跑得没影了。我估计现在跟她那个小情人在那儿约会呢，舍不得离开。孩子刚出生，就是体质有点弱，而且抵抗力差。我建议你们给他吃点伊可欣，等15天之后吧，就可以开始给他吃了，每天一粒。嗯，行。于英，于英，于英，哎，孩子到底怎么样啊？大夫，你看我们这孩子的父母，我们就想看一眼自己的孩子，怎么就不行呢？这是医院的规定，抱歉。你这什么规定啊？这是好好养着吧啊！哎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你说这。哎，干嘛去了？我去看孩子去了。怎么样，徐之乐，你当了这么长时间24孝老公，怎么非在关键时候掉链子呀？谁知道这孩子他这么着急，他就跑出来了呢？这不是我说你啊，这瑜伽真的就不能练，怎么说都没有用。你那胳膊腿都绕成那样子，那抻一下子，这就肯定要出事儿啊。这孩子但凡再多待2天，就不至于住到那个什么恒温箱里去了吗？是不是嘛？老婆，怎么样？你不在都没人帮我，大夫不给我剖，非得让我自然生，都怪你。这不是特殊情况吗？我对你们娘俩那是赤胆忠心，你知道的呀。我这盼星星盼月亮盼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要知道，我死我要死在那门口，是不是嘛？哎，你别跟没事人一样行吗？这还不是因为你，你到医院来你不带母婴包，你干什么来了你？对不起，那都是我害的。我不光害了你，我害我自己了。我连我自己的亲生儿子出生我也没看见。你说你们俩都别说了，我告诉你，就你们俩呀。太不靠谱，还亲爹呢，都不如我这冒牌的。你什么情况？王科生那闺女，我第一个抱的。啊，王科生了？什么时候生的？哎，是不是在我们家暖房的时候，你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你就疯了一样就跑了？是不是那天啊？不会吧，你真认了？你认什么了？哟，我忘了跟店里说明天得进点海鲜了。你这站住站住！别走！怎么回事啊？宝宝，不哭不哭啊！孩子哭了，你也不哄一哄，抱一抱，你老坐在那儿干什么呀？哦，宝宝，多让人心疼啊！跟王珂你小的时候啊，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不会是后悔了吧？既然生了，咱们就好好把他养大。你先去睡一会儿，孩子，我来带。别哭了，月子里哭啊，眼睛会哭坏的。情绪不好，你会影响奶水的质量。啊，哼！你们让我坦白，我也坦白了；你们让我交代，我也交代了。你们倒给我拿一主意啊！呵。您这先斩后奏，连娃都有了，我看你主意挺正的，还用找我们给意见？那你的真爱怎么办啊？人家都知道你成孩子爹了，你追人更没戏了。你说这小荣啊？啊，不会，
小荣鼓励我帮着王珂，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妈呀，你是真傻假傻呀你？缺心眼吧你？人家那是打发你呢，你长点心吧。你看你啊，现在这个情史、婚史，甚至生育史都不纯洁了，人怎么要你啊？要不然这么着吧，你就假戏真做，把那母女俩就干脆全收了，买一赠一啊，这挺划算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俩想当个爹，这费多大劲？就这么着吧，哥们儿啊！不是你们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啊？有你们这样的吗？我这鞍前马后的为你们跑腿，你们幸灾乐祸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啊，出院时候甭找我。谁用你啊？有本事别来啊！慢慢养了啊，我先回去啊。哎，我一会儿去看小去啊。这就是咱们家啊！哎呦，跟奶奶回来看看，跟奶奶看看咱们家啊！哎呦，你终于到家了，怎么样，疼不疼？慢点啊！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唐姐啊，哎，就把这个行李就放到这儿，完今晚我就住在沙发上。哎呦妈，您这腰不好，怎么能睡沙发呢？这沙发这上面这么软，那算了，您别睡这个，还是睡床上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哪有那么娇气呀、啊？我伺候我儿媳妇，伺候我孙子，我高兴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腰都不疼了。哎，来，我来抱吧。我来。慢点，慢点。妈妈，给你倒口水。不用。哎，哎呀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你让我睡这儿？怎么可能那么残忍呀、啊！今天晚上将就将就，跟我婆婆住一屋。不行，我没有跟别人同床的习惯，我睡不了。那怎么办呀？就两个卧室，你让她睡哪儿？你想办法呗。你这不难为我吗？没办法，你不能难为你妈呀。你看你这不讲理了，这不是？这叫不讲理，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沙发这么窄，她怎么睡？怎么睡我也不跟她睡。你别这么讲究。你跟我爸不是也能同床睡吗？怎么就不能同床睡了？别，我跟你爸那时候我多年轻，我这么大岁数，你我这习惯不行了。谁知道你婆婆她什么什么口腔有没有被打不打呼噜？真的，我求你别让妈妈跟她睡。你想的真够复杂的，你。这我这怎么复杂？反正我不睡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睡不了。唐姐，那个什么啊，那个林晓的那个刀口啊，这还没痊愈呢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许让她干活，铺床啊什么都不许啊。我给咱们做饭。不让你干，他干不就好了吗？哎呀，我这跟您说呀，我这个床单啊、被罩啊，全都是新换的。您看，您是睡左边啊，还是右边啊？啊，你选，我无所谓。我睡觉特别好。你这当闺女的真够可以的，你知道你妈有神经衰弱的毛病，睡觉那么轻，你让我跟你婆婆睡一床，你这不是要我命吗？这不是情况特殊吗？你就将就几天呗。我将就不了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习惯，谁知道你婆婆这人爱不爱干净啊？我婆婆这人生活习惯非常好，每天都洗澡。洗澡管什么用啊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这人一上岁数了，体味都改变了，一股老朽的味道。我婆婆没有比你大几岁，你身上都没有什么味道，她也肯定不会有的。我用香水的嘛，法国进口的。那人家都没有嫌弃你身上香水的味道刺鼻，你也就别嫌弃人家了呗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反正我不跟她睡一床，你看着办吧。真的忍受不了啊！忍不了。那我就在网上订个酒店吧。订酒店？嗯。酒店多贵呀、啊！咱们外边不有一个叫那个叫如家吗？你在那儿给他订个标准间就好了。这一个月下来要不少钞票呢。可以吗？那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那我就订如家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让我到外面去住？那我也没有办法呀，我婆婆要伺候月子，你又不会，你也不管，你要让她去外面住多不方便呀。
我怎么不管了？你婆婆给孩子洗澡做那个叫抚触，要不是我在旁边做专业指导，她成吗？她带孩子那一套早就过时了。你这坐月子，她就应该给你请个月嫂。在这忙活半天，纯属瞎忙活，她根本忙活不到点子上。我婆婆这是想为她的儿孙尽点心，现在愿意做这样事情的婆婆太少了。我婆婆这样的人多难得呀，对不对？咱们应该感激她。你别总是挑她的毛病了。我跟你说不明白啊，我去跟唐健商量。哎，你可别去找唐健，一边是她亲妈，一边是她亲丈母娘，你这不让她为难吗？你舍不得为难你婆婆，舍不得为难你丈夫，是吧？你就舍得为难你妈妈。妈，我这也不算为难你，你不是不愿意跟唐姐的妈妈住在一张床上吗？那要不然我在网上给你订一个豪华大套房，你看行不行？行行行，你就气我吧。啊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回去睡觉，不然我连半边床。妈，早点休息吧。你妈怎么了？看着有点不高兴了。不开心，不是让她跟你妈睡一张床吗？闹情绪呢。我早看出来了。我妈也说呢，哎呦，看着你妈的那个拉着脸呢，心里也憋屈。说要不是为了照顾小宝宝，她才不在这儿招人嫌呢。你说我妈这脾气可真是要命了，她这人就是太隔路了，什么事儿都挑剔，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行了，那个你放心吧，我妈那块儿呢我去搞定，你妈这块儿你别太上心了，有我呢，放心吧啊。那你跟咱妈说一声，让她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自己睡吧啊你。亲家，亲家，醒醒！怎么睡这儿了？啊？啊，快六点了。我这人呐，睡觉少，换了地方呢，睡得不实在。你睡不实在啊？你这一沾枕头，呼噜就响起来了，不实在。谁呀？我打呼噜啊？我不可能啊！你要是不信，我今天晚上给你录一段，自己听听好了。啊？哎呦，青青，那真是不好意思。那这样吧，您赶快进屋补个觉，我赶紧给咱们做饭。完了做好饭，我叫您。别叫我了，我也不吃了啊！我最起码要睡到中午，就按那个叫法国时差来。哎，行行行，不要叫我啊！好，不叫你。哎呦。好了吗？
快点，快点！我看看。你。宝贝儿，来，哎呦，给爸爸照一照啊！来吧。哇，好丑啊！小心。茄子。这像个唐三藏啊！哎，这孩子太逗了。来，怎么了，孩子？怎么了？这孩子怎么回事？怎么听？来，快，给我，乖。哟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这眉毛？这孩子怎么了？我。干什么呢你们？都这样，哎呦我的天！不是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这么老哭啊？哎呦，没事妈，一男孩哭一哭练肺活量。对，人家书上说了，哭着点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啊？照书养孩子，那不成书呆子了吗？写书的人未准都养过孩子，这得看经验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你说你这当爹妈的光顾了玩儿，你看这孩子肚子这肯定着凉，他不舒服的闹的。那医生说了，那肚脐眼儿不能老捂着。你养过孩子，我养过孩子，你看看孩子还闹吗？你自己看看。就是，你怎么没把孩子给弄好？哎，不哭了，真不哭了，真不哭了。行了，你们俩别玩了，把脸赶紧给我洗了去。赶紧，就他不是我妈。哎呦，这大人呢，简直是没个大人样儿，这真是。喂，妈，赶紧吃饭吧，别忙活了。不了，那个我等孩子睡着了以后，我再来吃啊。你们吃吧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赶紧吃饭吧。妈，赶紧来吃吧。我觉得啊，您应该像林晓他们，应该向我丈母娘学习，又能吃又能睡的啊。说啥呢？怎么还不出来吃饭啊？出门了？没有，你丈母娘那睡觉呢，还睡呢。我叫他，赶紧去。他没睡多一会儿。儿子，现在法国时间几点了？法国时间应该天还没亮吧，凌晨。现在11:20，法国5:20。哎呀，他怎么也得睡到6点。睡六点？他怎么过上法国时间了？不是。哎呦，你说我岁数大了，现在吧，我添毛病了。以前我不打呼噜，这昨天晚上我打的你丈母娘一宿没睡好觉，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看了一宿。要不然这样，今天晚上我还睡沙发得了。那不行啊，那沙发那太软了，对你腰不好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妈呀，她就爱熬夜。原先在家的时候就是，对，半夜2-3点钟才睡呢，中午才起呢。嗯，别管了。是妈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俩睡觉这个事儿，我肯定会解决的。你吃这个菜，我给你弄的，小好。不是，我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们怎么搞的？吃顿饭弄得这么大动静？白天不让我睡，晚上不让我睡，什么意思吗？还笑我？你这当女儿的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妈妈都快成国宝了。这是什么？行了，没什么可笑的，真的，我求你们，我拜托了啊，让我按法国时间，让我再睡会儿，好不啦？啊，妈，这现在是中午了，不是吃的早饭，您赶紧洗洗涮涮，咱们赶紧吃饭吧。饭我不吃了啊，谢谢了啊。我们稍微小点声，好了，小心了啊。妈挺有意思啊，矫情了。会吧？什么情况？学生们！来喽！哎呦，天哪！今天这三黄鸡太地道了，你看看这上面一层黄油，太香了。来了，喝一口。喝你个大头鬼啊！我问问你，当初这个帝秤，你是不是给我动了手脚，搞了鬼了啊？怎么了？坏了？
啊，没电了。哎呦，你说现在这东西，这都什么质量？这还进口的呢？这是，回头我找他们去。装，你就给我装吧。你看看我这样，我还哪能出门啊？你知不知道好女不过百啊？瞎说，不过百那是排骨，啊？我觉得你丰满一点好看，珠圆玉润的，特别有风韵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现在哎，前挺后撅的，贼性感，发现了没有？呸！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当成奶牛了？你就是你怎么吃都不胖。你喝了这汤，咱小满才能有喝。我不喝，靠这样我还喝，我再喝我门都出不了了。哎呀，不可能！我跟你说，这里边全都是下奶的好东西。我告诉你，少废话，你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给我交代清楚，我饶不了你。这个回头我必须去找他们去，要不然这个我先搁这儿，先晾晾啊，烫，现在特别烫。哎，是小满哭了，我去看一下。哎，小满哭了，哎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！你老公摁的舒服不舒服啊？舒服舒服，手法不错呀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全活，全能战士。你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什么？嗯，这叫泰式按摩。泰式按摩。嗯，你还会什么呀？还会什么？看着啊。还有什么招？别着急啊，这个啊叫中医松骨。怎么样，感觉不一样吧？我跟你说，我这是付费的啊，你给我钱吧。你想要多少钱？我嗯，要，你说你给我多少钱吧？一万年。哦，我还以为一万块钱，一万年这还差不多，一万年只争朝夕。你别跟我说话了，我要睡一会儿。好，睡吧。同学们，跟我一起做睡眠引导术，吸，呼，好臭，哦，你枕头上，大姐。啊，好，轻点。嗯，你别枕我枕头啊！天啊，小龙，哎，你起来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我还没喂孩子呢。哎呦，那你叫我干嘛呀？因为你又让我喝剩下的了。停一停，咱妈好像是吵起来了。不可能。停啊！哎呀，真吵起来了。
怎么吵起来了？不知道啊。为什么事儿去啊？你听听这一声比一声高的。哎呦，你下去看看去，你劝劝去。那还是咱俩一块儿。万一他俩打得很厉害，咱们俩得想好对策。那咱说好了，下去以后，我拉我妈，你拉你妈，咱不能拉偏架子啊。行。怎么回事？啊？您这看电视呢？你看电视就看电视，你开这么大声干嘛呀？说什么？什么什么？你说？吓死我们了！我们以为你在跟谁打架呢？谁谁谁什么架呀？说什么呢？你去去去！妈，妈，您把那个耳塞给拔下来，那戴着耳塞怎么看电视啊？那肯定听不见呀。我还戴着这个，我忘了。那什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声音太大了。你先赶快把这电视小点声。你说你这老太太可真行，看电视就看电视呗，你开这么大一声，我们明天上班你不让我们睡觉了？你这声也不比电视声小啊。我哪有那好福气啊，沾枕头就着，呼噜就开始打起来了，你妈可就惨了。妈，要不这样吧，您跟林晓到楼上睡去吧，我就在沙发上凑合一宿。啊，你让我把你们俩分开，我哪能干这种事儿啊？活这么大岁数，我有这么不自觉吗？都俩礼拜了，怎么一点都不见效啊？牛嫂，这半个月这体重没怎么长啊，这正常吗？锻炼呢？有没有称称啊？牛嫂，从明天开始啊，我里边的这个塑身衣这个腹带，必须要缠得再紧一点。不行，哎呦啊，你还要勒呀？哎呦，你就是我照顾的产妇里面恢复的最快的一个了，不能紧了，咱不能再勒了，离我的目标还有一大截距离呢。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你们每天给我喝汤喝汤，喝的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恢复。多吃多喝奶水才好，就得多喝汤。快别给我提这汤字，现在我一听见这个字儿，我都想吐，恶心。汤来喽！哦，哎呦呦呦，来了！好香啊！来来，尝尝。太腻。不腻不腻，我把油都撇出去了。你看，趁热了，来。放盐了。咦，哪能放盐啊？放盐对孩子不好。来来来。喝一小口，尝尝。哎呀，不想喝，趁热趁热。哎呀，难喝死了。那个，那这样，你这个，你要是不爱喝这个鲫鱼汤，明天我给你换这个木瓜泥鳅汤，怎么样？啊？徐指导，我看出来了，只要是为了你女儿好，哪怕是一碗巫婆汤，你都得给我灌下去，对不对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我这都是高科技的，查过的，全都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。你喝完以后增加能量，但是不长胖，啊，来，行行行，好，你先放这儿，我马上就喝。你先喝一口，喝一口，哎，听话听话听话。你先放在这儿，我一会儿就喝。牛嫂在这儿呢，她监督我，肯定。你先放在这儿，哎，先喝，哎，马上就喝。来来来来来，你先喝嘛，你就趁热先喝了嘛。哟，是不是小满哭了？你听，你听，你听。来来，先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你快去看看。啊，牛嫂，你盯着他啊，盯着他，让他喝了。哎哎，趁热趁热。牛嫂，我得加点盐。不能加盐呐。嘘，别说我受伤了。哎呦！哟，这孩子睡得挺好的。嗯，都喝完了。嗯。哎。哎，好喝好喝，味道不错啊！哎，你怎么自己弄啊？这牛嫂呢？哦，没事儿，我现在啊就要多走动走动，这样的话呢，有助于子宫的收缩，另外也能消化消化你这些大补汤啊。什么大补汤啊？
我这可全都是催奶良方啊，这御膳也就这水平，少油低脂高蛋白的。您还想吃什么？你说。说实话，我一听见什么排骨、鸽子，还有乌鸡，我的头都大。那老公，哎，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想吃啊！你说，麻辣火锅。哎呦妈呀，你这不行，你再给小满蜡烛个好点儿来，是吧？你这样吧，我明白了啊！嘴里没味儿。哎，懂了。这样，我马上就给大菜布置下去，让他给你弄点鲜货，提提味儿，好吗？啊，您静候佳音，来，去吧。这都是我最新推出的菜品，你看怎么样？这都是您新推出来的是吗？啊，不是，怎么了？这菜哪有叫一线天的呀？你疯了？不是，哥，这不是一线天，这是一点红。这个菜现在卖的可火了，都成店里招牌菜了。不是你这菜单，你写那么点字，谁也看得清楚啊？什么一线红一线红？去，我这就去换，马上换。服务员，菜快点。啊，那个，对不起，等一下啊。那个服务员。喂，蔡总，是我。哎，真行啊！小半个月了，才想起给我打电话，怎么着？组个酒局吧。喝酒事儿你得去找老唐，他们家人手富裕，肯定能抽出时间来陪你喝酒。就他，他也是一入月子深似海的主，这也一个多星期没理我了。哎，那天倒给我打一电话，打电话为什么？就让我给他老婆弄吃的，还要点什么鲜的，提味儿的。重色轻友吗？不是，哎，你给老唐弄什么东西了？你跟我说说。那个鲈鱼、松茸和红菇。哇，这听着都是高大上啊，应该不错啊。你就这样吧，就老唐那个标准，一模一样，再给我也来一份。嘿，我说你们俩还是不是哥们儿啊？啊，怎么都这样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们俩要是这样的话，以后咱就没有什么聊的了，知道吗？你跟我们瞎喝个什么劲呢？有这功夫上小龙他们家楼下蹲着去。哼，哎，你以为我没去呢？人家现在把我拉成黑名单了，甭说老婆孩子了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连热炕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。哎呀，要不然呢？你就多去看看你那名义上的孩子。这样，咱们坐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也都能有些共同语言，你说呢？我警告你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人生的一污点，我马上我就让他一笔勾销。别呀，人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那个大叔，越沧桑越好啊！你把自己弄得再坎坷点儿，人家小龙说不定还就特别中意哪呀。你的松茸和红菇你还要不要了？行，好，哎，那就这么着啊。燕儿，你好，这里是唐建家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们是？我们是京东快递来给他送家具的。哦，你们小点声啊，我儿媳妇坐月子呢，快请进，请进。来，慢一点。进着啊，或者稍微轻一点，家里有小孩睡觉呢啊。唐建，哟，还真够快的啊！昨天晚上他下的订单，来，往这边来的。哎，放里头。慢点啊。哎，儿子，呦，我碍你事儿，快，这买的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您就甭问了，您就忙您的啊，一会儿您就知道。给我买筷子，这天到底是把孩子吵醒了。哎，你们轻点。怕啊，男子汉。哎呀，尤其是把孩子给吵着了是吧？哦，吓着了是吧？乖，哦，不哭啊，不怕啊。哎妈，你帮我看一眼孩子，我洗个头去。哎，你回来。干嘛？你干什么去？洗头啊。哎呀，月子里哪能洗头呢？哎呦，我这头啊都有半个月没洗，都打绺了，太痒了，难受死我了呀。我这有卡子，来拿着卡子抽抽就好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管什么用啊？这你试试。
来，妈给你弄，你坐这儿，妈给你，你坐这儿，妈给你弄，你听话啊，听话啊，不能洗澡，这时候没事，人家我跟你说呀，这月子里头啊，不能洗头洗澡的，要不然你得了月子病啊，今后你就好不了，麻烦着呢。人家医生说呀，这我这个伤口好了之后的12天就可以洗澡，我现在都半个多月了，早就可以洗澡了。那个男大夫，他坐过月子吗？你听他的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知道吗？人家是医生，见过的多了去了。听话，真的，你看妈给你这么挠挠，是不是不痒痒了？啊，再忍忍，再忍几天就好了啊！听话啊！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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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这底下吵的吵的，走啊！等奶奶去磕头去啊，磕头去啊！哎呀！说的那么轻巧，妈，咱们呀别草木皆兵的啊，这有了孩子也得过正常人的生活吧。哎呀，不是儿子，你这话说的，我怎么觉得你现在你站在你丈母娘那边了？我不是站在谁那边的事儿，妈，我觉得呀，林晓他妈有时候说的那些话还是挺有道理的。咱们呀要让孩子呢适应这个环境，不能让环境适应孩子，有点声不是很正常吗？哎呦呦哎呦，你听听你说的。我跟你说话呢，您说，怎么了？现在这是你丈母娘的天下了，这家啊，这林晓以前多懂事儿，现在也不听我的话了。你，我跟你说，就你们，儿子你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你听我跟你们说，老理儿不能不信，老话不能不听，要不然以后这儿疼那儿痒痒的就晚了。谁说我们不听了？我们这是辩证的听，咱们是个民主家庭，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，谁说的对，我们就听谁的。哎，先生。原来的东西放哪边啊？原来的东西往那边放啊，把床就放这边了啊。好，行，妈，这个留到这。您看看，这书房我给您布置怎么样？以后您就住这儿了。这是给您买的床，您还缺点什么呀？这是，呀，哎呦，真是，儿子，哎，这床是给我的啊。林晓知道吗？这是他的意见。真是的，不是，真的住在这儿挺好的，那离你们卧室特别近。对、啊，你跟林晓说，让他把那奶啊提前挤出来放到冰箱里，夜里孩子闹的时候呢，我一热就喂孩子了，省得影响林晓休息。妈，您也悠着点啊，别光想着照顾我们了，把自己给累坏了。啊，行了行了，真是的，我为我孙子，为我儿媳妇儿，我乐意，你管呢。再说了，跟你说累点儿，我还能减肥呢，我一定减的像你丈母娘那么瘦。嗯，去羡慕我。来了，我都没敢叫你，呀，这么漂亮啊！走，吃饭去吧，我给你炖了红枣花生猪蹄汤。哎，猪蹄儿呢？我告诉你，再吃啊，我的脚就成猪蹄儿了。你瞧瞧，哎，脚不舒服啊？那我给你端进来啊。哎，你怎么比养猪的还勤快？你准备让我半年就出来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些小裙子原来呲溜一下就能拉上来，现在倒好，卡住了。你说我这胯，哎呦，这肉怎么弄啊？没事，你挺好的。你这现在有一点点孕妇水肿，过一阵就好了，没事儿。走吧，咱们先吃完再说。吃饭，然后给他挤奶啊。走，挤奶，快看看，看看我这胸都已经快垂到这儿了。哎呀，趴下垂啊。巧了，来，跟我来。哟，你又给我弄什么花样啊？宇宙最强吸奶神器，无痛，保证不下垂。这些骗人的话你也信？哎，用了都说好，试试才知道啊。还有，
噔噔噔噔，还有这个，五、哦。看这猪蹄儿炖的多烂，全是胶原蛋白，美容养颜哟。没胃口，吃不下，不想吃。你不想吃，少吃点，你吃了小满才有的吃，是吧？哦，来，要不我喂你啊？哎，别！你刚才都看见了，我试那些衣服，我围那小裙子，我怎么拧都拧不进去，穿不了了，真急人。想要去会所练练吧，你又拦着不让出门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那个行，我不拦着你了啊，只要你把这汤喝了，你想去哪儿去哪儿。我跟你说，今儿这汤可不一般，大菜特意买来的松茸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的，只要我把它喝了，你就放我出去 shopping。没问题，你只要把它喝了，你想干嘛干嘛。那我也买名牌。行，我去给你拿包去啊。不过你别买太多，你回头一瘦下来又穿不了了，是吧？哎啊，好好给我挑个好看的包啊。你慢点喝啊。你想背哪个包啊？啊？你干嘛呢？